敢骂人。邱佑顺，为什么这张有记号的照票？对不起，我想照票。萧德基，你不要装了啦！你赶快跟排长解释啦，钱明明是你给我的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再来一个吧。报告排长，钱真的不是我偷的，那钞票是他给我的。萧德基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莫非是有难言之隐，还是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两位怀疑的，被抓了。就算不是你偷的，你早就该讲出来。怎么会害吴夫人背黑锅？我早就把钱放到军官浴室了、啊，哪知道那个罗刚自己跳出来承认，耍什么屁？给我闭嘴！你算耍什么屁？算屁什么东西啊？算什么算？这钱明明是你给我的！我再拜托你不要害我好不好？你说钱是我给你，我会死的、啊。你怎么不说？萧德基看做的好事，把有顺风都抓过。